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，得奖的是端端陈丹慧，世界梦想表演厅国立教育广播电台，恭喜！主持制作用心，制作细腻，访谈之间由浅入深，生动的带领听众进入访谈场景，身临其境。恭喜端端陈丹慧，世界梦想表演厅。大家好，我是端端，我来自教育广播电台。谢谢亲爱的评审们，我爱你们，我真的很爱你们。为了的这个奖项，我相信的民俗疗法，就是我今天穿的礼服从里到外全部都是红色的。果然它真的是有效的。要非常感谢教育广播电台，特别是邱前国我们的新任台长，今天也在现场，特别谢谢你来到我们现场为我们加持，谢谢我们教育电台所有的伙伴长官们，还有我要非常谢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有的来宾以及朋友们，谢谢我们台湾的艺术家，他们是最神奇最令人骄傲的，谢谢艺术家朋友们，最后再次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爱艺术，教育电台伴你成长，谢谢。